안 건져주길 위하여 기다리기에 후회 시험 아이들이지 나만 웃기 난내 다르지 지거 동쟁 말이 결혼 多久啊结婚二十几年，啊！这少年结婚二十几年，是十五岁就到阵了，十六岁，十六岁，好厉害，红高牙。哎呦！但是我知恁家有一个哦，非常感人的故事，甲大家分享一个。十九岁就十六岁识晒阮某吼，十九岁就娶某，顺早娶吼，啊，够想较迄款。搭水果，刚好搭水果。收少年就到阵结婚啦，是啊，所以讲吼，血气方刚啊，婚婚合合哦，足久的，婚合合啦，啊，足久的安尼。上久婚偌久？要五年安尼。婚要五年哦。婚规要五年。啊，一饮酒就去干才搁到阵的吗？无啦，是不是？我无咧烦恼这啦，啊，转来零件搁好好无？规章好好，规章好好。啊，为什么？来来来，我们要听听太太讲啊。当初为什么会离开？对啊，十九岁的愿意被给呀呢？应该是他个性比较浮躁、冲动啊，有时话再跟他沟通，他都不会听。都不会跟人讲啦，是讲你怀疑爸爸就对啊啦。对，他不要想了，他不要想。啊，到尾啊，是安怎？为着什么代志？你讲安尼叫感动着，佫转来安尼？系啊，到尾因为吼去来种田、种乌米啦，啊，种足多吼，啊，足辛苦的。吼，伊到尾啊，才讲啊，看足辛苦吼，才转来刚好斗三工安尼啊，斗三工安尼。这太太一直点头，是转来才有钱通好省是啊，是喏。啊，才感动着。可能看到翁有改变啦，啊，就认真咧做诶啦。是啦，爱更加珍惜啦，吼，对啦。啊，这位丁先生，你要点什么歌？我要点一条我较早上喜欢一条歌，即纪念片。有啥物特殊诶意义吗？哈，因为阵吼我做阿弥当中的时候，我家己做一个做一个物件要送阮某，哎呦，做纪念片安尼。你家己做的哦，给咱做啥？是啦，哇，这阿弥做的，咱的香皂，好好。我想惊一个，恁都生出来比这大粒，啊，不长只一个就罢。这是湿文就对啦，哦，湿文哦，惊一个。我希望讲哦，伊逐工洗面的时候，洗身躯拢想到我安尼。哎呦，卖错啦，不要想过去安尼啊。当场现场，哇，好恶心啊！哇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下呀！哦，哎，哇，你十九岁，今个怎么拢未现呐？你啊，这东北啊，是啦，安尼好。来，这是上好的纪念纪念品。新美啊，又请来纪念品。谢谢。不知讲会当爱你多久。感情路搭着阵阵的风雨，讲我是你的掌上明珠，原来你是我身躯骨，才知阮只是你的道具。唔通讲你爱我多深，问起咱的代志，只好当作
问起咱的代志，只好当作。